请问是袁杰、王明宇吗？哎，怎么样吗？我是督察长，古春杰。哦，督察长，请问有什么事情？我们今天来是希望你配合我们调查，找到你的侄子王廷喜，也就是尤启宏。 这些警察怎么突然要找廷喜啊？连督察长都亲自出马，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稍等一下，我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，我就跟你走啊！来，快追！ 你们几个把他抓上来！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好像人都不能。我赶快打电话报警。先收队。是。